要听，叫现在老听听。哎，咱们老听，讲给我听。李富勇，不要我，蔡振华，狮子豪，夏三克，邵逸华，董林。那么这只玩意要达到啥个目的呢？啥个目的？我就是对伊拉讲，36家世界乒乓赛哪能打法？这个人呢，吃牛舌头哪有长大，胃口特别好了。哎，这个我不是吃呀，不是吃。刚才这个乒乓赛的知识不如。讲听，帮我听听。哎，那我问侬，人家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啥人？这个大家才晓得的。啥人？熊骨头。侬晓得伊哪能会得得世界冠军啊？哎，哪能会得得的噶？就是我教伊的。哦，就是侬教伊的。当然，伊自家本人也决心蛮大。伊讲，我一定要争得世界冠军，我要为国争光。还好，不过那具体的打法让我指点。特别是让他争得这个是世界冠军当中的冠亚军。第四名的辰光，第四名，伊前脚碰着个匈牙利的选手，叫西多。西多我晓得，西多哎，王贝啊，是呀，专门打射球，打射球打得好，打攻球漂亮，能攻能射，有四名打了谁？当然，不过伊最大的实体，啥个实体？块头大，体火分量大概200多斤，比我还要结棍嘛。所以我等一等啊，伊要是打侬打射球，侬打伊打攻球，攻球，伊打攻球，侬打伊打美球，美球，伊打美球，侬打伊打母球，刚才白糖白糖母球，母球呀，哦母球，就是那个粗球，哦粗球，就是打啥的，哦打伊粗，打伊母，我有数的，我外加关照用过的，侬对准西都的肚皮上打，所以中路打，所以中路啪啪啪啪。这个王牌套不牢的嘛？这肚皮这个肚皮当中也吃不消呀！是呀是呀。结果来了我这个子弟我的，终于呢战败了西多，最后也打败了美国选手迈尔斯，获得了人家男子世界单打冠军。哎呀，用骨头的世界冠军还是侬培训出来的，倒是不容易。我还要讲出来啊！哎，当初侬讲是50年代，是呀，现在80年代了，水平在提高了，提高多了，所以到了36届参加的辰光，哎，我就对伊拉讲，哪能讲？有啥问题嘛？来答我讲、哦、啊！不过呢，要认真对待，哦，一定要扎紧苦力。哎呦，哎呀，伊拉听我闲话，理由，理吧。哎呦，看到我来真感动，真感动。来了兄弟上了，哎，那群众的表扬心，哎，鼓励心才提出来，会提出来。大家提出了自家的决心，哦，大家拿这个实力牌，哎，醒目的独立式的实力牌，就是。过了这个兄弟上了，这个啥意思呢？手头做啥？伊就是告诉每个运动员，嗯，心中有数啊。好，36届乒乓赛，还有多少日节就要开始了？哦，所以大家拼命理由，理吧，拼吧，拼吧，拼吧，还有理个花头多，一些么提拉，啊，一些么推倒，谁是推倒？五圈球，五圈，高抛球，啊，五灯式发球，五灯式，这个实力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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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。小快眼睛一扫，还有一个号头，一个号头进来是谁都能搞啊！这里呀，哎呀，同志们，真是苦力，苦力呀！后楼隔壁呀，是吧？背吧背吧，两家都会对立了呀！会对立，他一只五灯是发球，一只射球，射球我马上来去提啦！抽只上国球，我放一只高球，一只磕头，我来去打背，我来只抽球，我吊只阿子球，哪能搞出去了？我们最怕阿子球的，别怕别怕，是你呀！实力一小，一小，还有身体啊，身体跨是呀！哎呦，大家真是苦力啊！这里呀，别怕别怕，一个打右手，一个打左手，哎呦，两家都打推倒，推倒，多久发球？谁是发球？别怕别怕，我算下来还有7天，7天精神呀！再一小，还有6天呀！哎呀，还有6天，谁叫我发功的呀？这里呀，这里呀，这呀，这里呀，别怕别怕。还有5天，5天挂着呀！十连胜为4天，4天进赛，这里呀！为3天，3天挂着，胜为2天，2天，当一小鬼最后一天呀！当心像一票孤旗呀！人家在那苦力呀！是呀，我侬像是像一票孤旗，非要浪费掉也是不啦？还有你。在了同志们这样子的苦力下头，来了36届世界乒乓赛了，得到最高冠军，得到最佳金牌。哎呀，光荣光荣啊！哪能不光荣？当然了。哎呦，
是啥？这个一年上老乡是激动神经啊！真的，上面是激动啊！是吧？走起了我一个哥哥，升起了我一个国旗。哎呀，永东爷，一个一个高举一只只金杯，是吧？激动神经啊！我的外公观众是老妈人，老妈妈，一个么拍手，一个么吃喇叭，呜啊呜啊呜啊呜，外公外公外公，一个么欢呼，一个么咯哒咯哒咯哒拍照片，拍小照，一个要我你签名留念。一个外国人打奔上来，当我你用到要拥抱，我还抱了只虾米空。侬想着吧，我不想着，哪能？下山可想着，可是一样的。他激动，特别是我那个护脚，护脚，还有那个护脚激动啊！激动，当然送不过你们锦旗。哦，锦旗上写威震海南，哎呀，仗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啊！这是我你国内啊闹嘛，啊闹嘛人，有好几所大专学堂，哎，两个大学生，哪能彻夜不眠啊？真的。还有我们靠动歌放鞭炮，又点起了篝火，跳起了舞蹈，我也高还渴望嘞，还渴望中心中华，祖国万岁！哎呦，阿拉队伍里还是跟着闹忙呀！哎呦，后来有两个外国留学生啊，吃不成这样，做啥？夜里困也困不着，困不着。王双双老乡录起来，起成校长人，在校长高头，校长先生，外头乒乒乓乓放鞭炮，还渴望啥事体啊？是阿拉国家的七十金杯，我的金杯。哎，我还以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可是大家吃不消。侬想想个激动人心吧？当然了，这个事情侬立得什么功劳啊？哎，这个只要是得人民的支持，用侬一个努力。当时等我个帮助还分不开，有人国家的帮助，我一家三十七家可是烧排头呢，你个七折八折十折。一塌不止七折，就拿七折吧。我看得更简单，我一家要零比零重新打过，有道理。这个我想想蛮懊恼，懊恼的啥？当初辰光了，不应该跟侬唱独角戏的，做啥？应该跟侬我连得去。哦，还好回过辰光。你唱独角戏不是蛮好吗？独角戏好是好呀，外国人也听不懂啊。又没啥独角戏冠军了，没劲的了。哎，闲话当中。侬还要我在李德库了？我李德库吗？那么侬决心有吗？决心有啊！好的，嗯哼，侬有决心，哎，总领给侬一个机会。好，明早让侬去参加一场世界比赛。那个啥地方？日本，还是日本乒乓的？不是日本相扑的。